哥哥哥哥，来来来来来，哥哥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什么事儿？你看哈，咱们这次任务是给各大武林门派送英雄帖，玉女峰最后一战，上个月是你上去送的帖，这次让我上去送呗。这为什么呀？哥，这样哈，我听说啊，玉女派那全是大美女啊。哎，弟弟现在还单身，说不定这次上山下山回来以后，给你找个弟妹啊。弟弟，作为你的老大哥，有件事我必须要让你知道。这个人越多的地方就越危险，既然如此的危险，那么还是让我去吧。你干什么？不是，哥，你没发现你最近有点不要脸了吗？你啊，怎么事儿啊？哥，我跟你说哈，谁都知道你娶的也就是我嫂子，那可是江湖上第一大美女啊啊！而且，哎，对，哥，你怎么追到我嫂子？你教教我呗。哎呀，弟弟，你才35岁，着什么急找对象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这个追女孩是有技巧的。哎，哥，就拿说这个女人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好像真不知道，哥，您教教我呗。这甭教，教教我呗。你天分太差，教教我。你气质没有我好，我这。哎，弟弟，那玉佩挺好，借我戴两天呗。不是，哥，这块玉佩吧是祖传的，就是一辈儿传一辈儿，我准备传给我儿子。不强求，弟弟，不强求啊，当哥什么都没说啊，哥走吧。不是，哥，那个你要想要就拿走呗，是不是，哥？而且吧，我最近发现这个玉佩我戴的哈，就是放我身上顶了当了，顶了当了，老是不舒服。哎，我看你别你身上，哎呀妈呀，哥。哎，好看，我看过。哎，不是，送你，送你哥，你这样好吗？啊，挺好，挺好。我就觉得这个玉佩啊，和我这个眼袋啊，写配、啊。哎，弟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就这个女人，弟弟，我怎么有点冷，你知道吗？哥，那个什么，其实这样哈、啊，其实我不抗冻，而且吧，咱还有很多路程没有。不强求。不想说，弟弟啊，全当哥声都没说哈，哥走了，我上。不就四件衣服吗，哥哥？而且吧，哥，我觉得我穿这件衣服哈、啊，就是逛里逛街的，也不好，不舒服。来，我看你穿的怎么样？来，哥，四件好吗？好，还要漂亮。哥，这个颜色特别合你脸色、啊。这衣服你是像给我做的似的，弟弟。来，哥，我给你装包，装包，装包，装包的。哥，快叫叫我，叫叫我，叫你啊，叫。你过来，叫我弟弟。这个，你知道为什么你一直找不着对象吗？不知道啊。这个追求女孩啊，一定要大胆、简单明了，越简单越好。跟她搭讪就是玩个节日。就这个问题，回家自己慢慢悟，好不好？哈，简单明了。对对对。